哎呀，装起来又能够装，放在放在下面啦。再换个模具，换个那个模具，卷大点的放置下面。那要装起来，不要什么装起来，再套起来，就这样放在那里。嗯，放着。如果你这个要做的话嘛，我这里把它切到底的哦，这里就说不碍事，直接套到可以套这么多套进去，啊。